直接进来。那么以这一张来讲的话，这一张大概比较，我用这一张好了哈，哎，平面跟缩放我用自定的。好，您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时间轴，那有没有看到这有两个关键格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跟我们用 phrase 啦哈这样的概念是一样的，前面两个调整完了，中间就会自动产生格的补间动画，好，它就自动帮你把动画做完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您现在看到上面有红色的这个点表示你现在编辑的这个点，后面这个白色就是没有在编辑，就是它，好，就是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调整，以这个来讲，哎，我可以从手这边看啊。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老师您用的是照片的话，说真的，那个反正尺寸很大嘛，所以你近来一点没有关系。好，但是影片可能就不太适合这样，影片放大太大，那就会模糊掉，好，会模糊。好，这个是起点，那我们你可以点这边，有没有就跳到终点？这里是不是就变了？好，那我就把大小调整一下。如果老师您要很坚持，我就是大小一模一样的，怎么办？看这里，有没有叫显示比例？你看现在后面是191，我们看看前面哈，您可以点这边，有没有172？我赶快哈，所以如果你这边，不过因为后面用成172就好，172就好，好，就不要放那么大。好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确保两个是一样，那它就会有个路径的移动。我们先拉看看，有没有由下往上。我一般在这我会尽量避免一件事情，就是看到旁边的，因为这样看起来就觉得好像是照片的。那为什么会出现黑色？因为在这里，这不见得亮的颜色哦。好，或者是您可以留意一下的哈。好，来172。它是172，好，确定。那我们先 play 看看，按了3秒钟，觉得快还慢？看起来乍看之下还好，对不对？但是照片一多，你都会觉得好快哦。哎，一下就过去，一下就过去了，因为我们如果照片不动，3秒钟是差不多。但是如果你照片会动的，谢丽老师像这种哈、哦，有说过了，至少你要变到5秒钟了。从这里也可以看，当然这个距移动的距离会有影响。如果你真的那个移动距离很大的，可能时间然后再拉长一点，他不会觉得说好像我们镜头上晃动，好像晃一下就会比较不舒服哈、哦。所以您看哦，我套用过平影跟缩放的，有没有发现这里长得不一样？你看这里。有没有长得不一样，跟这边紧不赶快，好，没有用过的就不一样，所以它事实有告诉你。那所以您可以透过这个方式，哎，就可以很方便做进来。这是针对照片的部分，好，照片部分。那我们素材有可能还是影片呢、啊、对，影片。那我们就来看看，来，我们先回到我们的那个那些的特效里面，好，我们就先回到我们的这个视讯的哈，我就听到我自己的方案，来，我把这个丢进来。好，我们有一些影片的素材，对对，这里有一些画面哈，旅游的哈，我就先丢几个哈。你也可以这样丢进来，这样拉进来也可以，好，都一样的。好，哦，还好。好，这里有几个声模，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丢进来，放进来。那么一段影片，那这个就是动态的。你看我们在点照片的时候，有一个地方不会亮起来，就是这里。我们现在是视讯，这里有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哦，如果是照片的话，这里有没有需要剪接？不用啊，因为照片就延长就好了。好，但是视讯就不一样。那么视讯的话呢，如果有声音，它这个喇叭会像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大概内容。好，欸，其实哈，就是有时候拍那个影片啊，比较怕一件事情，把摄影机当做照相机来用。你不觉得这样有点像摄影机当做照相机在用吗？对不对啊？其实我觉得啦哈，很多看到人家说来，然后就那个过程录起来，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啦。我就说
就是当做那个照相机在用了。所以假设我这一段要剪掉，我想要从这里开始，有没有？我想要从这边开始。那最简单的方式当然就是从这里，从这个地方开始。好，你只要移到这里，你可以直接脱离这个轴，也可以用这个去决定它的起点跟终点。好，那我就来这边按一下，这样它就剪断了。当然这个剪断并不是真正剪断，好，它还可以随时复原。好，我知道，假设到这一段，那我就把它剪开，这样这一段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段就变短了。那这是第一种方法，也就是说去头去尾的这个用照基本做就可以。可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情形，就是我要的并不是这样子，而是中间有好几段我都要，发现没有？这个时候您就可以用右闪印，有没有叫多重剪辑视讯？好，利用这个方式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比较像是那个叫做，那个什么，他们那个电视公司啊，他们有那种飞梭啦，一般称作这个叫飞梭。你看人家剪辑回来，有没有顺的呀？噔噔，哦，然后我发现好像很好玩这样，就噔快转，好，就跟那个一样哈。所以我们可以在下面看到，假设第一段啊，我从这边开始，好，那我就往外拉。你看下面影子在动嘛，对不对？它把它分的比较细，所以你可以分的比较差不多到这边，是第一段就准备开始了。然后到前面一层，好，假设到这边，这是第一段，怎么样？就抓下。好，那我再往后来，阳的我先不要，我要从妈妈这边哈来，这里一段。到这边又是另外一段，好，这样两段，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有影片可能忘记关啊，对不对？它拍得很长啊。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忘记关的是什么？也是关，然后蹭一下，路边一直拍一直拍，它不然就是天空一直拍一直拍，有时候会忘记关的哈，所以会有这种出现。好，那这样剪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按确定就 OK 了，好就可以了。你看哦。其实如果你老是录的话，那段影片是录制那个电视节目的，你有发现有人就增设广告了，是不是？台湾是不是帮你把广告稍微增设一下，然后把你去掉？哎，但是我没有实际试过了哈，所以这个我觉得说，如果老师是录制电视的，可以参考看看。那这样子呢，我就只按确定。哎，我反应，按了确定。哎，那连你，确定？啊有，好，你看有没有？他就把我一段变三段了。好，所以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说，老师你忘记了一段一段的，你就拍很长的，就利用这个方式来剪接，这样会比较快。好，那时间可能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五十了嘛，哈，所以可能我们就下午再来继续。好，我们早上先把这个叫做编辑的部分，还有截取的部分，先把让老师可以把素材先准备好，因为今天说的素材最重要的，你素材不 OK， 拍就我要的素材是，对吧？你先整理好了，那我后面你要做。